者庄世贤台北报道，香港迪士尼乐园是大小朋友们喜爱的欢乐园地，温馨圣诞节到来，香港迪士尼乐园亦是备受大小朋友们青睐的冬日乐园。即日起至2018年1月1日，香港迪士尼乐园推出 A Disney Christmas 香港迪士尼乐园。香港迪士尼乐园推出 A Disney Christmas 圣诞节活动，陪大家欢度圣诞佳节。香港迪士尼乐园提供，香港迪士尼乐园今年的圣诞节活动有全新推出的米奇与好友圣诞舞会，每日在城堡前上演2至3场，换上圣诞新装的米奇、米妮与众多好友载歌载舞，与大家一起庆祝圣诞佳节。舞会尾声时，漫天雪花降下，象征梦想成真，并为节目画上完美句号。美国小镇大街一系列的节庆活动，让大家感受传统的圣诞氛围。傍晚时刻，众多迪士尼朋友与小镇大街居民在圣诞飘雪时刻祈求飘雪降临，随后梦想成真圣诞树亮灯里跟着上演。在圣诞歌咏团的悦耳歌声下，漫天飘雪与璀璨光影缓缓伸延至小镇广场的圣诞树，动人景象点亮整个圣诞佳节。另外，乐园今年首次举行大街火车站甜蜜圣诞派对，大家可在指定晚间一次品尝超过10多款甜点，并在大街火车站以不同的角度观赏《星梦奇缘》烟火表演。迎接圣诞节到来，米奇、米妮等也换上圣诞新装。香港迪士尼乐园提供，12月游访香港迪士尼乐园可体验多项圣诞限定活动之外，12月14日开幕的公主皇室庭园让游客可一圆迪士尼公主梦想。典雅的庭园内设有乐园首间魔法化妆厅，备有8款不同造型的迪士尼公主礼服以及化妆组合和事物，游客可化身魅力非凡的小公主，游客可拍照留念，记录独特的梦幻体验，还可制作个人独有的童话册，以独特方式纪念化身公主的欢喜时刻。迈入崭新2018年，香港迪士尼乐园也将带给大家新玩趣。睡公主城堡将于2018年1月初展开华丽变身，日后将以全新面貌和大家见面。今年的圣诞节，大家可以把握睡公主城堡变身前的时刻，与家人朋友欢度温馨传统的迪士尼圣诞。2018年香港迪士尼乐园也将推出新的娱乐体验及季节性活动，如2018年5月将推出全新舞台表演《魔海奇缘》凯旋庆典。新舞台表演以海洋奇缘的女英雄莫娜 Moana 为主题，2018年6至8月超人特工队超级英雄家族将莅临明日世界，为游客带来独特的互动体验。